这边有这个有这个来讲就是跟海洋，然后呢它一样会有一个小小的石头，然后重点是呢它要扶墙，他们都要扶墙，因为它很重的，所以把小石头都收起来，这样子它一样，虽然是很重，它一样可以承载很重量，它也可以去看看这个，一样这样子的问题还是行，行，我感觉可以做一点专业，专业的。好，阿姨放手。哇，太酷了耶！耶，你以后包着什么？楼梯或者是？故事就是说，有一个小。